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场音乐会，是6月19号晚上在南港展览馆举行的。这个音乐会有什么特殊吗？它是为着音乐人刘伟仁先生所举办的。各位都知道，伟仁最近一段时间力抗肿瘤的病魔，因此许多爱护他的朋友、感念他的朋友决定举办这场音乐会，来帮助他募款，也帮他打气。各位都知道，伟仁在音乐界是先驱者之一，他的作品譬如说像如果还有明天，像机场，像敲敲我的头，这一些作品呢都脍炙人口。那我们很希望在他遭遇到这么严重打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跟他站在一起，给他勇气，给他鼓励，感谢他对于流行音乐的付出，也希望他能够战胜病魔，凯旋归来。我们希望这是一场很温馨的、很有感情的、也很有战斗意志的音乐会，把力量加持在伟仁的身上，让他能够渡过难关。我希望所有喜欢伟仁、喜欢这个流行音乐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参加6月19号晚上在南港展览馆，希望那个时候看到你，谢谢大家。怎么说再见？